你是故意的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我是谁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？ 需要支付的赔偿费，30，你讹人呐！那就报警吧。你住我家里，我可以当你的护工。这儿真的能住人吗？我的服务是24小时贴身服务。我那还有豪华大浴缸呢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想什么呢？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鸟的样子，看久了。 还挺可爱的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就出去逛逛，别在家里折腾了。这都是钱，万一……你干什么？你来他俩手拎枪满的别想，你要去那鬼火拿老公。小八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再也不赶你走了，你听到了没？ 好久不见，正式介绍一下，凌月。失忆什么时候好的？有很多事情没有及时告诉你，是我不对。但是我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是真的。为了那个5%的股份，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不管你怎么推开我，我都有100种方式接近你。安心，我们从头来过好吗？那就一言为定。 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，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，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再也不会分开。也许我做的所有准备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再次遇见你。你说我捡到你，嗨，他也是我的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是为了保护，我都充满了勇气。 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所有。